欢迎你们啊！这个因为你们啊肯来，就证明啊在寻找一样东西啊。那这样东西实际上都在你们的心里、心底里面啊。那就是怎么样的去获得永生，啊，不再有生死轮回啊。我相信今天到来的人很多都是有佛教信仰的。 但是在座的各位，知不知道佛教的信仰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有没有？有的，请举个手。生死，聊生死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的？啊，有没有？ 佛陀教学教的一个终极目的是什么？啊，你是佛教嘛？你当然是佛教。佛教的我们的祖师释迦牟尼，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先不要把他搞成迷信啊，把他搞成像我们华族信仰的神灵。那他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跟我们一样。那么他一生终极教学教了个什么东西？教了个什么东西？ 了生死不用了啊？为什么？我们等等到那一天会来的，会死的 <laughs>。你不了，他也会来的。啊，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成佛，还没有别的答案的。呃、uh,，我讲课在之前我曾曾经提到过，呃、uh,，你们咱们新加坡人很喜欢玩佛地嘛啊。 啊，一三五七跟一五三七是是不是同一个数字？啊，是不是同一个数字？来，我们来算算，一三五七，一五三七，是不是同一个数字？是不是？怪不得你们的佛笛老不中了。 连是不是都不知道啊？说哦，对啊，一有个一，有个三，有个五，有个七，这个没一个一，一个三，一个五，一个七都一样啊，啊，那这个开这个号码，你这个号码会中奖吗？这个叫排列组合，就是这种叫相似性，啊，就是很相似，啊，所以说人家一开奖，你说我、哦、中了啊，然后说中了，真的中了，你看。 一三五七嘛，我中了，回去结果一看是一五三七，啊，拉倒了，没拿到奖金。所以大家现在学了很多相似性的东西，哎，佛法呀、啊，我是佛教徒，我在学佛，啊，那了生死啊，成佛啊，啊，这叫口头禅，懂不懂？就被你已经练的太烂的词了，啊，然后这都不是，这都不是佛陀教学的真正目的。 佛陀他作为一个导师，他教学，他就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告诉你啊，你原本就是个佛，你还修的什么佛？说这个就吓死人说，说无修无证，你原本就是佛。咱我们怎么知道呢？哎，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这个打坐，打坐以后，他突然赌明星而悟道。 啊，这是一大公案。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睹明星而悟道，悟道以后呢，他才开始传道。那么他悟了个什么道呢？所以是他自己说了一句话：“原来啊，这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如来自信啊，众生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啊。那么为什么众生不知道呢？因为都有很多的妄想。” 说你成佛是一大妄想，你了生死也是一大妄想。然后你如果认知，哦，原来佛陀有的如来自信，我也有，哎，这是正信的佛教徒。所以大家一定要取那个准确，就是不能有相似啊。咱们新加坡阿、啊、嘎阿、啊、嘎，对不对啊？大概大概，也许也许，差不多啊，都是相似性，那就所以说我们很难成就。 那么我们就没有抓住那个窍门儿，那个关键点。所以说，你抓住关键点的时候，进去以后，哦，原来我就是佛啊，哦，那你就是佛，那你这个肉身是不是佛啊、哦？肉身是佛的工具。释迦牟尼的肉身，最后也是变成舍利子，也没有真正的你看到那个肉身成佛了，啊，他也是最后被火化了。 只不过都化成舍利子了，所以是那么那么你原本那个成佛，原本既是佛的那个原本是什么？啊，原本是什么？那这个它具有一个特性，记住啊，这个特性是什么？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永恒，它永远的没有生死，没有生死轮回。 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有生死轮回呢？是因为你因为业力，万法因缘生，还从因缘灭，因为业力牵引，业力牵引把你的灵性牵到了不同的这个生命通道中间去了，生命空间中间去了。所以说，我们知道佛教所说的天人、阿修罗、地狱、出生、恶鬼六道是六个生存空间。 比方大家现在是个人，我们在这个时间空间点上，跟我们同处的时空中，也有其他道的众生，啊，那你看不到，啊，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首先要引起一个重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九成之巅的这个佛教佛教里面最高的一个修行，九成之巅的大圆满法。 达圆满法告诉你，你不修不练也圆满啊，因为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哎，老师，那我们走了，谢谢你，走吧。啊，哎，不行，不用修了吗？啊，到你自己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佛的话，那你要找一个上师，找一个法脉，然后去看看到底那个佛躲在我的哪里呀？啊，那么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够？ 亲见自己的如来，亲见自己的法界空，亲见自亲见自己的心电，因为妄想，不但妄想，还执着这一大妄想。你把这个妄想都破了，然后你就见到他了。啊，就是妄想，我们执着什么是妄想？就是今天人所说的理想、梦想、追求。 那么我们今天人追求什么呢？追求 money 啊，追求这个房子、车子、屋子啊，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孩子念什么学校也在舌头上嚼一嚼，拿出来说一说啊，我的孩子进了名校了，可是不得了了，啊、哦，你不知道人家比尔盖茨都没念大学，所以人家成为了世界首富。你都不知道李嘉诚都小学都没毕业，人家才成为华人首富。 你的孩子进了名校，你要担心一下喽，是不是将来只能给人家打工喽？啊，你这个在错误的一种教育的思想、教育的追求下，人类离真相、离事实差得太远了，活在自己的妄想，并且为了这个妄想不择手段，去执着地追求这个梦想，追求这个妄想，结果最后等梦醒时分，才发现。 死的时候才发现，耶，怎么一样带不走啊？原来我只是做了一个梦，就像做梦我赚了一百万，醒来的时候还在那数钞票一样。你数着钞票了吗？啊，说等你死的那一天，就是你做梦结束的那一天。那你死之后，你这一生所有的东西能否在你来生所用？啊，就是大家要惊醒，不要做一个挂号的。 挂名的佛教徒或者蒙人的佛教徒说：“哎，你是什么？我是佛教徒啊！啊，说是你是哪门子佛教徒？我拜观音啊！啊，我拜佛啊！啊，我有我想往生西方啊！你看一大妄想。那祖师们曾经说过：东方人想往生西方，西方人要往哪里往生啊？啊，哪是东哪是西呀、啊？哪是南哪是北啊？啊，其实没有西方啊！” 啊，实际上没有呃东西南北四位啊，啊只有不二啊，净虚功变法界不二法门是我们佛法的究竟啊，所以大家要找到一个注释名师跟他去学学什么，就是让他帮你把自己的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在你的这个肉躯壳中去当下把它找到，如果把它找到。 你能干什么，你就能用啦。找到的目的干什么？哦，你家里存了一万块钱，忘了放哪了，啊、哦，忘了放哪了？有没有丢啊？啊、哦，有没有丢啊？一万块钱丢了没有？啊、哦，然后呃，有一天突然想起来了，哦，在下面的第二个抽屉里面，啊、呃，我放了一个小盒子，盒子底下压着这一万块钱，就把它拿出来了。哎，拿出来了以后。 你就能用了。如果没有找到这一万块钱，能不能用啊？能不能用？不能用啊！真是的，钱放哪了？找不着了，你怎么去用啊？你只好再去赚一万。如果是你找着了，就可以用，直接用了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找见自己的这个如来自信，找到自己的那个如来佛祖？你就是因为要用它啊。那么。 这个除了你这个，你找他的时候，他有个体一万块钱是个本体，就是那一万块钱，那一万块钱长着个样子，所以说在佛法里面它叫体，是本体，就那一万块钱是美金还是马币还是印尼盾还是新币啊？说是那个是体，哎，那个美金跟这个印尼盾长得不一个样子啊。 有次他们问我说：“你现在有多少家产？”我说：“我现在是亿万富豪。”你说啊，看你那个样子也不像亿万富豪。你看我穷穷的，哪里像亿万富豪？我说按印尼盾算啊。你看你用什么货币嘛？所以你要你要用那个象啊，你要用那个象，你你你要用那个象来反映这个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是体相哎。 它不同的东西，它有不同的功用。一万块钱印尼盾跟一万新币，这差距太大了，对不对？大家知道一万等于一新币，one dollar，对不对？你说我有一万啊，我有一万什么？你要问他印尼盾哦，好了，那我我比你多一些，我有十万啊，我兜里还装着十块钱哈，对不对啊？所以是体相用一个事情上面，你一定要从体相用上去把它找到。 就它长啥样，然后它就会，你就会甄别它的用处是不同的，啊，所以大家要重视。我们既然是自己是如来佛祖，你有如来自信，那它长啥样啊？它那个本体是什么？然后它的用是什么？你找到它了，就不得了了。 你就会用了，用就不得了了。哦，什么？你就是佛啊！那佛的用处有什么用处？哇，那大了啊、哦！那么释迦牟尼的表率，然后观音菩萨的表率，那么要是佛的表率，阿弥陀佛的表率，你看他那个能耐很大，他有大用处啊、哦！你念他的名字，他就能帮上你。你整天念叨张普生没用，他帮不了你啊！ 你念到观音菩萨，他能帮你。你看，但是你要把观音菩萨找到，啊、哦，观音菩萨在哪里？你要去外面找，你这一辈子也找不到。他说：“我去普陀山，去普陀山你也见不到，啊、哦，你哪里才会去找到观音菩萨？”所以记住，如果离开身去求菩提是人行邪道。你说我去外面找观音菩萨，你这个人是邪门外道，叫佛门外道。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 叫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众，让你到外面去找个观音，让你到外面去找阿弥陀佛，要到外面去找本师释迦牟尼，那这个就是教的都是歪门邪道，叫佛门里的外道，因为向外了，因为你有一个外，怎么样才能够没有外呢？你连内也没有就没有外了，内外没有了就变成一了。 所以说，我们佛法叫不二的佛法，啊，但是我们现在学的都是一个二的不得了的佛法。我们山东人把这个二会加上几个字儿用一下，说二你不懂哈，啊，我们经常山东土话说你这个人怎么是个二子，啊，不是儿子啊，是二子，啊，二子他也听不懂，说哎呀，就是那个二百五啊，你怎么这个人这么二百五？二百五听得懂没有？也听不懂，二百五是傻瓜的意思呀。 所以是二就傻瓜啦！你看，你为什么这么傻？你本来是一，你没有内，没有外，啊，没有前，没有后，没有虚空，没有法界，也没有一个我。然后你跟法界本来是一体，因为你是佛，佛跟法界也是一体的。说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是虚空有多大，佛有多大，啊，所以说没有一个内外，没有一个二。 所以说，大家要重视。我们学佛的时候，你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修，你是正修，所以我们叫正信的佛教。正信的佛教是回归自己，向内去找。所以你怎么去找观音菩萨啊？你为什么你这个呃有痛苦，观音菩萨不来救你啊？因为你没找到他。哎，那你哪里去找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有个频道，哦。 那有这个电话号码，我们新加坡不是都有电话号码吗？像无线电波，啊，你如果打通了那个号码，他就给你接机了，接了，诶、哎，他就能帮你了。你跟他借钱，他就给你钱；你这个病有了，他帮你治病，诶、哎，因为你找到他了，他因为许愿了，说有求必应嘛，对不对？你求我观音要钱就给钱，啊，要命也给你一条命啊，什么东西都是如如,如这个所愿，心灵满足。 那你没找到，那怎么找到？找到他的那个电波频道。啊，电波频道，电波频道在你的身体里面。什么是观音菩萨的波道？大悲心即是。你用自己的大悲心去找观音菩萨，就找到了。就是你有病的时候，你不要怨恨你的那个冤亲债主，啊，说这个冤亲债主，呃，这些讨债鬼真，真坏蛋，让我生病。 啊，那你怨恨怨恨观音菩萨找不到了，你把那个波道改了，啊，找到谁？找到魔鬼了，啊，魔鬼一来一说你活该倒霉，你为什么惹人家啊？然后你惹了人家，你活该倒霉，这是因果。魔鬼就跟你说这个话，你看现在很多法师在外面就这样说话，啊，说是为什么生病？因果，活该倒霉，受着吧，啊，那不是魔鬼，观音菩萨可不这样，因为这个道理来自哪里？你的孩子生病了。 你做母亲的，你是什么心态？你做父亲的是什么心态？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我自己病了算了。你看他这病，咱这也好不了，我这难受死了，啊，疼啊，心疼，慈悲。说真的，佛菩萨见到你了，生病了，见到你这个不如意了，那可不行。他那个大悲心呢，殷殷作疼。所以说，你什么时间，你能够殷殷作疼，你能够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好了，你求观音。 一念他的名号，必然显灵，那么就不为自己，为众生。啊！观音菩萨，你让我好了吧？我我我，因为要去度众生啊，因为晚上有课啊。你看，你让我生病，我怎么讲课？那么多人要听课，然后他们都来找这个大圆满法的，我这要不能讲，他们这多失望啊！啊！观音菩萨说好，哎，你好了吧？哎，不就好了？啊！所以是是你的大悲心，所以你要为众生去发心。 你所愿心灵满足。你要是为自私，哎呦，我我我要这份工作，因为我的老婆孩子我要养。你看看，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哎呀，我我不能生病。你看我生病了，没有这个米下锅，我的孩子就要挨饿。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的。好了，你去我的，你那么大本事，自己搞，自己搞。你不是观音菩萨的不道，所以说一切都是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哎。 你的那个如来性、如来藏就展现出大能，然后跟观音菩萨就在同一个波道上来了。那么他们是永生者，他们是死而不亡者，受这些成就者。所以是他一同平以后，哎呦，他受不了，说：“哎呀，我的爱子，我的心子，他生病了，我赶紧去帮他。”啊，那么他大悲心一发起以后，他的那个方便为究竟的神通力就在你身上展现出来了。 啊，他砰一点光弹过去，啪，把你的那个业力请出来，给他送走了。哎，你不要跟他讨债了，我送你一程，啊，他欠你十块，我现在给你一万，你还不干啊？走吧，啊，他就走了，啊，然后为什么？你已经发大悲心了，大悲愿了，你要去度众生，啊，你跟他的心态一样，这成了他的心子，这个叫法子，啊，这、就是大家将来都可以皈依。 但是你是否真正成为心子法子，是你的心态有没有转变？不是说我皈依了某一个上师，皈依了某一个法师，然后我就是佛教徒了，我就是那个上师的这个徒弟了，不是这样的。你是只是来做了个仪式形式，你还是真正变成了他的心子，变成了他的法子，活在他的心上。 活在法中就是心子，就是法子；活在自己的自私自利之中，那就不是他的儿子，那就不是他的弟子，那就不是他的徒弟，因为你跟这个上师不相应，啊，不相应。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即便做了皈依，也不见大的改变；即便做了呃，这个说是这个四家，行，这个四皈依，然后也接受了灌顶，也还是一大凡夫，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问题，所以大圆满从哪里开始？大圆满从这儿开始。什么是圆满的？你既然是佛，哪有不圆满的、啊？圆满分成两段一段是生着的圆满，就是活着，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圆圆满满的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死后死的时候圆满死啊，死之后圆满的活着，获得永生，死了以后不死。 叫死而不亡，获得永生。所以说，大家学佛不要以为学到最后就是个空，啊，就什么都没有，那学它干嘛？死也是个空，啊，你修成了也是个空，什么都没有，那你修它干嘛？没有必要修了，不是这样的，它一定是永恒的。死后真有，死后啊不会灭亡，啊，叫死而不亡者寿，才叫寿者相。 就这些，所以大家要校正一下自己的正信的这个信心，正信的这个呃频道，你要把它建立起来。信谁？信你自己原本是佛，啊，你应该做佛陀的事业，你应该说佛的话，你应该想佛的念性，佛想什么，你就要想什么，而这个时候就完全的砰翻转了。 没有为自己，还没有为自己，就像一个母亲，啊，有好吃的一定想着自己的爱子，想着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吃，拿回去给孩子吃，给自己心爱的人吃，这是心子，这是爱子，这是法子，啊，所以是在人家基督教里面，他特别的强调，大家都是上帝的爱子，上帝的心子。 那么我们佛教徒要把它转换一下，您，您老人家，您是很珍贵的，您是佛的爱子，你是佛的心子，啊，你被他们所爱着，所以说你必须跟他一样的同心共德，跟自己的父王同心共德，跟自己的母亲同心共德，不能有二心，啊，这就是不二，啊，这就是不二。 就是真正我们什么叫信教信众，信教信众是产生了极巨大的、巨大的信心力的这些信众。什么叫信心力？就是我相信我是佛，我的佛永远都没有丢过，这就是我最大的自信心，这就是我最大的自信力。我用这种力去摧毁一切的阻力，一切的障碍。 我既然具备这样大的净虚空变法界的法力，我有什么可以阻挠我的？我有什么要恐惧的？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啊，你就成菩萨了啊！所以说，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好好体验。那么，这是殊胜的大圆满传承上去，从这个地方给大家建立的信心。 不是相信一个法师，不是相信一个传承，不是相信一个法门，而是相信了我自己就是那个尊贵的佛，我应该做佛的事业了，何单如来家业啊！这就是大圆满啊，大圆满解脱很快，只只要你坚定相信了，你的自信信心竖起来了，信为功德母啊，你的明心见性从这儿开始了。 见性成佛，迷者众生也，觉者佛也。一念觉，一念佛；一念迷，一念众生。迷的什么？迷我是凡夫啊！我需要去拜观音，我需要去庙里去烧香，这就迷了啊！这叫外迷啊。那么如果说我既是佛啊，我应该为众生做事情啊，每天都应该为众生做点事情。 哎，这个就是佛了，啊，这个就是佛了，这就是大圆满的教法，啊，所以是这个是信，不是信他。如果信他，你就歪门邪道了。我相信他，所以是就会得到他的救赎，他就会把我送走，他就会我死的时候他就给我送到极乐世界，啊，我没钱的时候他就可以让我发财，啊，那个你们是黑帮老大，你信那个黑帮老大黑社会。 因为他他这个什么，你只要什么是他一党的，他就帮你。这是黑社会，这哪里是正信啊？正信是回归佛陀的教育，然后回归自己啊。那么大家可能在新加坡，我们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一个和谐的国家。这个大家要啊，就是不要再放口业啊。为什么不要放口业？因为你没有在基督教的系统中深入的学习。 啊，你说，你看他们是外道，你看他信不是没有说信自己，你知道他那个主是谁？你知道他说的上帝是谁？啊，所以他说的主跟上帝就是如来自信。我们在楞严经中看到信一切者，为什么要明清见性？因为见性以后，你可以创造，你可以用那个如来性光化水、化风、化土。 啊，地水火风空都由如来自信化成的，所以是你就成了一个创造者，成了命运的掌握者，然后你就不得了啊！那么在西方，人家说上帝创造了一切，那么这个上帝他就能够生天、生地、生风、生水、生地水火风空，那不就是那个你说的如来自信吗？他只不过是叫 the god，上帝又是你翻译成中文的叫的方法。 是不是？那么这个大家要不要去乱乱搞？所以是信主得永生是真的。你信的哪个主？不是信了一个人做你的主力主人，那你就变成他的奴隶啊！你信了这个牧师，信了这个神父，然后得永生，那你变成他的奴隶咯，对不对？他是你的主子，哎，你是他的所属。我们今天很多人，我是某某法师的。 法师说了，我这个皈依他，我就不能再皈依别人，那你不是他奴隶喽？啊，就像他家养的狗有什么不一样的？你是我家的狗，你不能去别人家吃饭哦。所以是千万要注意，这种法师真的要收收口，不可以乱讲话了。啊，为什么地狱门前僧道多？你乱讲话哦，你是我的，我的，你是谁的？哦，你有什么宗教？佛教是你的？啊，佛子是你的？ 你是替释迦牟尼看孩子的那个人，你怎么保姆把人家孩子抢跑了呢？呃，这是我的我的徒弟，这是我的佛子，这是我的这个什么皈依众。哎，那你咋把释迦牟尼的孩子抢跑了，当自己的？啊，你们请了个女佣，就就把你们的孩子抢跑了，你们干啊？啊，所以说大家这个不要稀里糊涂的，这个依人不依法。 在四一，在末法时期，这个尤其很重要，是依法不依人，不要以一个人，说我是某某法师，那个法师名气很大，我是他的皈依弟子啊。然后他说了，将来我死的时候，他来给我搞破瓦，然后送往哪里去？我不用修炼的啊，然后就被人家所骗啊，学师说法如恒河沙众，没有教你从自己的心中心。 内找自己的佛，找自己的如来佛，找自己的上帝，信主得永生，乃是找到自己的真主。真主在你的心殿里，在你的胸膛里面，在我们华尔族文化中所认定的中宫、皇庭、内景宫中有一个心殿，那是你的金刚殿。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长。你从来没有死过，那个是你的真主。 是你那个永远主着你生死沉沦的那个主人，不是出去外面找一个主。奴隶制时代早都被打破了，你找什么主子呀？啊，非得去做人家的奴隶，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个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把这个儒学原儒的孔子的文化，变成了一种全儒。全儒是什么？就是哎，我要找个大官靠着。 我要找个大企业靠着，我靠着它我就发达了。然后，那你不是狗找主人一样，找了一个这个好的主人就狗仗人势，对不对？哎，那你不就是犬叫犬农文化？所以这两千多年的犬农文化在我们的骨子里，今天因为它延续了两千年的惯性，今天还在你的骨子里，还在你的血液中。 一抓住一个一大群一脱了，为什么？都是他的奴才，啊，都归就是依着这个这个呃省长，依着这个书记，然后后面就我就我就得永生了啊！他有吃的，他一定给我工程发包是我的，然后什么什么钱是我赚的啊！那么这不就是犬农文化，叫犬儒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在昌行儒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全儒这个全给打掉，不要做人家的奴才，不要回去奴隶制时代再找一个主子，不要回到封建时代再找一个帮派、再找一个党派依托人家，干嘛？君子自强不息，《易经》里面告诉我们：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意思？我们看太阳系里的所有的行星，自己在转，啊，太阳要把它吸走，它不干，它保持着一个跟太阳的斥力。你吸我有多大的力，我就推出去有多大的力，动态永恒，啊，所以说这样它就没有被太阳给吸进去。 如果是他他这个呃做犬的话，哦，主人叫我甭去太阳里面，他就不见了，完全丧失了自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那个呃独立的那个如来藏如来性，依附在一个呃这个所谓有权有势的这一个机构啊。现在我们很多人是被一个机构所束缚。 呃，我非得要在这个公司干，我非得要在这个机构干，那就是你的主子，啊，你错了，你是个自由的。你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句话说，呃，这个我是有本事的人，哪里不会，呃，哪里会我找不到工作啊？啊，我离开你，我可能更好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所以是？所有的太阳系的星球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就是自强不息。 他是凭着自己才强大起来的，不是依附于别人而强大起来的。这就是佛法的最中心的教育，就是你要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最大的，自己就是那个无上的，自己就是那个永恒的，就是那个不生灭的，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你就开始走入一个正性的佛教。 走入一个正信的佛教，走入一个正信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最后都要走到这个地方，就是认定你才是真正的那个你的殿堂里的主人，啊，你就是那个永生的，就是不生不灭的，你不需要再去找永生，你只要去认知，你用这个永生，就像耶稣基督觉悟了以后，他自己变成了圣者，变成了仙子，他找到了自己的永生体。 认知了自己永生体的相，然后使用了这个永生体，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在我们佛法里面叫菩提心，啊，这个是什么？大悲相，这个是什么？方便为究竟的神通力，无坚不摧，无魔不摧，啊，所以说哪里有什么困难？大日如来一出来，所有的虚空都明朗了。 都清净了，啊！所以说，大家要记住，我们在《发菩提心论》中发现了体相用。体就是菩提心，菩提心有三项，一个就是妙意菩提心。妙意菩提心是什么？就是你要自觉觉它，你要明白自己就是佛，然后用这个道理去觉它，这个叫妙意菩提心。第二呢，这个菩提心到底在哪？它是个本体存在的，它到底在哪？哎，它空相。 空性跟虚空等同，宇宙法界的虚空，这个虚空大了，不是一百四十亿年我们这个宇宙，而是超一百四十亿年之上的更大的法界。虚空有多大，它就有多大，所以这个时候叫空性，啊，空性中它又是明的，啊，以是它的。 这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圣意里面，它有空跟明这两个特性，它这个两个特性。那么第三个叫三摩地菩提心，三摩地就是实相，实相菩提心，就是它真正有一个样子。这是龙树菩萨在说它这个样子的时候举了个例子，叫什么呢？叫月轮祭祀。 也就是你真正找到它的时候，把它凝聚起来，它像这一个宝月轮，并且是球形的，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呃，平面的，它是一个球，立体球，晶莹透亮，这就像一个月亮啊，像一个月亮，然后就这种晶莹透亮的一个球形体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这就是实相。 实际上呢，如果是光是它太冷，不能作用，所以是要用阿字观使它生，用阿字创造了宇宙的万物，啊，所以是阿字生了万物，但是阿字的本体这个金刚不动的体没有背生，没有背面。啊，所以大家要学这种啊，啊，说老师你能不能继续讲？我就把这句话讲完了，就是要到明天天亮了。 说是你们要来学习，要学系统的东西。那你学习了，你一定会知道它是什么。阿字本不生，为什么不生？是不是？阿字本不生，后面还要干什么？它还要产生无量的妙用。所以这个时候变成了胎藏界曼达拉、金刚界曼达拉，它发生金刚界的作用跟胎藏界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呃。 等等的一切就展示出来了，那这就是变成了原始一切的释出世间法，就是世间法的所有的人间所做的所有的事业都是佛法的一个部分，包容原设在这个佛法中，它都是佛性的作用，都是你的如来藏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老师，我起心动念，我骂娘、啊，我做坏事，也是作用，是作用。 只不过这种作用，你不小心会结一种坏的果子，你要把它转成善念。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在自净其意中去转善念，然后哎，你这也是也是佛法的作用，也是这个呃大神如来的作用。那这种作用最后结善果。你喜欢吃臭的榴莲也可以，你喜欢吃甜的榴莲也可以。 对不对？你个人的口味，但是我相信一个智慧者没有喜欢恶的果子的，都是要去找善果的。那就是佛陀告诉我们：自净其意之后，诸恶不作，众善奉献。为什么自净其意你才能做得到这一点？因为你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所以说，我们的大圆满法中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如来佛，我们自己的如来性。 它有三个关键的部分，就是你的发生报生化身、报身、化身这三身，实际上当下不需要你证得，它已经你自己本具此三身。就是在我们如果突破自己的第八意识，升到真实阿摩罗史的时候，真实有三个作用：法报化。 如果我们从我们之前的课程体系中，我们这指八进九，超八进去第九的真实，真实往上又分一真里面分三个次第，就是那么心性空啊三个体系。那么心就是真心，真心明了，真心明了就是你的报身啊。所以说，你们现在拿起自己的手来，抬起自己的手，请你们抬起自己的手。 真的要抬的，试着抬啊、哦！你要跟着我动作，因为这些东西都在动作中。你不抬手，你没办法知道它是什么。OK，好，刚才谁让你抬起自己的手来？谁？自己自己的什么？意是你的意念，说哎，老师说让我抬手，好了，不不情愿也抬一下，看看有没有一百万放在我手上啊、哦。然后第二念就是假心了。 你让抬手，第一念就对了。哎，为什么让我抬手？哎，第二念错了，第一念就是真意。老师让你抬手，真意啊，真意。好，现在你知不知道自己手抬起来了？知不知道？知道这个，知道是谁？又是一个你，又是一个我啊。前面那个叫真意，这个叫真心。 真心是了了分明，知道自己的手抬起来了，这样我就是没抬起来，这样我就是抬起来了。说这就是真心真意的作用，你看，哎，所以是哎，我现在给你一百万，你要伸手接，哎，这就是你去接钱的这个动作，就是真心真意，你看见了没有？啊，你知道手伸出来了，啊，然后钱来没来，你也要知道。 老师说：“给你一百万，哎，那就接到没接到？那你也知道，就明了，对不对？啊，然后，所以是这个就叫真心真意，就是作用，就是如来性德、如来自信你如果你不作用的时候，你找不到，啊，然后你真正这个作用的时候，哎，这个就是一个意跟一个心，真心真意，我的手就抬起来了，抬起来有了之。我知道这样叫抬手。” 说是这个真意这个部分呢，就是你的化身，啊，说是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化身的作用。这个明了自己的手抬起来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报身，果报之身，啊，果报之身。说是畜生，有的畜生他就不知道，狗子要训练啊，dog 要训练半天，他才知道抬起手，哎，他抬起了，啊。 否则你不训练说，说抬起手，他说我只有爪哪有手啊？你让我抬爪，我就抬啊！你看那个狗，它就愚昧，对不对？其他的那些什么呃动物就很难训练，它就更愚昧。人是超越动物的，所以是你有真心真意的作用啊、呃。那个在自己的意的作用下，心可以跟它相配，心意相合，可以利益大众。不要去造作恶，祸害大众。 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的真心真意的作用。所以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的作用中，你才能去体察起来。他没有丢失。所以你的报身，你的化身，以是化身。我为什么要去作用？哎，大悲周边，因为有众生等着我，因为有孩子要奶粉钱，因为我妈生病了，我要给她赚医药费。大悲周边，你的心不是为自己，你是为别人，为父母。 为孩子啊，这个拓展出去，老无老一起人之老，为天下的老老人家；幼无幼一起人之幼，哎，为天下的小孩子。好了，你大悲周遍了，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这个大悲周遍，那你化身无量就开始做事了，这就是你的化身作用，啊。 然后，那么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化身？你会有报身？因为你有一个本体的本体之心，那个就是发身。那个发身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是永恒的，它是永生的。啊、哦，那这个报身呢？只有在你作用的时候，你才知道它能作用的那个体就是你的化身啊，就是你的化身。 所以老子的这个《得道经》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东西，说道啊，实际上真正的要聚斗的话，道句号。为什么要句号呢？因为道是永恒的，是没有生灭的，就是那个如来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说可道也啊，非恒道。 我们今天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错了。道，你体味那个道的永恒、周遍、无处不在、生生不息啊，妙用无穷。你要从那个“道”一声“道”，然后就继续供，变法界的永恒的净体、明体在里面周遍啊，那这就是那个《道经》的意境，《道德经》的意境，“可道也，非恒道也”，这是。 你用文字像一说，完蛋了，非恒道也不是那个永恒的道了，不是那个永永生的道了，已经变成语言文字的道了，就文字般若。第一个道是实相般若，第二个是什么？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不是永恒的。外国人可以把水叫 water。 就是后面说怎么来体验一个永恒不永恒啊？老子又用了一个名，哎，名名这个名，你一名，你又进去永恒，进去实相，啊，进去那个真相。说名，然后哎，句号，啊，可名也非恒名，你给他一命名一个名字，完了他已经不是那个永恒的了，什么？哎。 咱们中国人叫水，人家叫 water，怎么是同一个名字啊？怎么是永恒的都要叫水，或者永恒的叫那个 water？所以说，通过说可名非常名来让你反观那个道，跟可道是两回事。说是让你离文字相而得真酸，然后见实相，见诸法实相。若见诸法实相，始见如来。你被可名。 可到文字像，文字般若所局限，你永远离真酸啊！你得到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意识，所以是从大圆满来解老子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去解啊，那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永恒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那个真名 water，就是那个东西啊，亮晶晶的，喝了可以解渴，用来浇花，就那个东西。 说后来祖师大德为什么不让叫佛了？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已经中毒了，啊，你去外面找佛了。祖师大德一看这个样子，他就开始骂佛了。说师傅，我刚才见佛了。啊，师傅说你看见什么佛了？我看见那个佛飘飘悠悠的，踩着彩云就来看我了。师傅拿戒尺，砰嗯，头上打一巴，打一戒尺。他说师傅，我真看到了，你你还打我？我说实话也打我。呀，又打一下。 打得实在太疼了，师傅说看见什么了？说、呃、啥也没看见。实际他真的假换心一生，哎，真的有一个佛踩着彩云，然后踩着莲花就来了。那这这个是心生幻，啊，自心取相啊，啊，所以是那这种就要不得。为什么你迷了？你离开那个永恒了，离开那个实相了？你被那个相，呃，这个如果以相见我，以医生见我，世人行邪道，你看见没有？ 那你还得了？那不打你，打死你啊！打死你再投胎给我当徒弟啊！你这个修法，你这一辈子着魔了啊！说师傅宁肯狠狠下手打你一下，现在我要打你，报警了。嗯，所以说现在不出大德了，为什么培养不出来了？啊，一动不动 call police 啊，然后就就赶紧报警，有人打我，虐待我，人权啊啊！所以是现在很难培养大德弟子。 啊，师傅不敢虐待，不敢修理你，然后看你还着相，师傅我见佛了，然后大家就说佛是驴屎橛子，什么意思？什么是驴屎橛子？懂不懂？驴拉的屎啊，叫驴屎橛子，叫驴粪蛋子,子啊，马呀，驴啊啊，你们知道马啊，驴驴是不能够生后代的，马叫驴啊，就是那个驴屎橛子，它就是拉的屎很臭。 说你看到的佛，你说的佛，你就着相之佛，你很臭，是那个臭狗屎，是那个驴屎橛子，啊！有人说啊，这个人要下地狱，他骂佛，他才不不，他才不下地狱，你才下地狱，你着魔，啊，你进魔道，你有六道的生死轮回，那个祖师敢骂他，明白你着相。 若见诸相非相，实见如来。以相求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皆了。你们现在大部分佛教徒是不是都在以相求佛啊？以音声求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就在那个音声念来念去的，啊，把自己那点气儿都念干干了，还在那念啊。所以是大家要重视正信的佛教。不是说不让你念佛，是念佛念念见真相。 念念见自性，念念见自性光明相，那个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光的意思，是念念见无量光，自己一片光明，无人无我，一片光明，那就是念阿弥陀佛。所以说，他叫没有一个口字。你看念佛法门哪有一个口念啊？是当下的心在佛啊，在当下的心在佛，叫念佛。 啊，那如母一子，母亲想孩子一样，哎呀，我那大儿子怎么样？哎呀，我那大儿子怎么样？所以是你念大儿子的时候，你就心跟大儿子就心心相应了；你念小女儿的时候，跟小女儿就念念相应了，对不对？所以是与家常相应。什么是与家树，与家树不是你们现在学的那个又跳舞又什么皮垮的那种东西。我没看释迦牟尼当年做过这种动作。 啊，把那个当什么瑜伽术？瑜伽长相应，懂不懂？啊，那个那个叫体操，广播体操，别再去玩那些东西，啊，真正的瑜伽叫长相应，啊，所以是你要念念跟佛相应，叫念佛法门。你念阿弥陀佛，啊，你念那阿弥陀佛是念什么？当下的心，你看金心，当下的心和佛相应了。佛是什么？佛是无量光。 佛的实相就是无量光，所以叫无量光佛。他的寿命是永恒，所以叫无量寿佛。搞懂没搞懂啊？啊，天天在那念着念着说，说我看见阿弥陀佛来了，啊，也没人敢打你了。现在，啊，结果你就完蛋了，这一辈子也没去个西方极乐世界。那遇上个师傅，你授权写个生死状，啊，我第一我不靠谱的意思，第二你打死我不告你，啊，那你就成佛了。 啊，你们写生字状，我来教你，啊，保准把你打的什么佛都看不见了，啊，自己的佛就冒光了，就出来了，啊，所以说你要念佛是念念相应，啊，心念当下的心和佛相应，和无量光相应，哎，你就是进了自己的心殿，是在内方光，进了自己的佛殿，成了自己的佛，不是外面的佛，外面的佛该你啥事儿啊？ 啊，有人说我认识李嘉诚，我是他的亲戚。我说，哎呀，那他没分点财产给你？他说早都忘了我了。啊，那你是李嘉诚的亲戚，该该李嘉诚什么事啊？你讲这个不是恶心人吗？所以，我出去讲，我是佛弟子，佛弟子就了不得，照打，对不对？啊，那佛弟子，人家佛都成佛，你怎么还不成佛啊？不得不欠揍，不成不成器的弟子，不打。 啊，什么时间成佛就不用打了。所以大家要知道，念佛、一佛、与佛同在，与无量光同在，叫若见诸相非相，实见如来。你看不见一个相了，你就见到永恒了，你见到那个永恒的光了，你跟永恒的光常在，九九九九九九，你就是佛啦，你就是佛了。所以是向外，我们今天是。 正信的佛教没人教，为什么把满仪上师请来？这个书圣的上师，我的金刚上师，哦，他有书圣的传承，他这个是在，呃，最早的时候他是追随十事班禅的。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大家知道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里面，啊，有这个三大喇嘛，啊，一大喇嘛呢就是达赖喇嘛，一个就是班禅，班禅。 一个就是张家活佛啊，张家活佛基本上负责蒙古地带的。那么在青海青藏高原上，达赖喇嘛的这个是负责布达拉宫这个区的。那这个呃班禅大师呢，他是负责这个前藏啊呃，那个达赖喇嘛是前藏，这个班禅大师是后藏，后藏是青海啊青海青海这个地区的啊。 所以说，那么这个是中国的这个黄教的传承，它还不是大圆满的传承，啊，那么这个藏传佛教分五教，有黄教，黄教叫格鲁派，是从宗喀巴大师开始确立黄教，他们穿黄帽，啊，穿穿黄衣戴黄帽，但是大家看喇嘛派的穿黄衣黄帽的，它是属于格鲁派黄教派，那么它的传承来自莲花生。 后来从这个宗喀呃宗喀巴大师弘扬开始，宗喀巴大师涅盘的时候，他当时带了很多弟子成功，其中班禅跟达赖，呃还有张家这三个成就了这个果地以后呢，呃这个谁呢？这个呃这个他不让格鲁派的这个宗喀巴大师不让他们入涅盘，说你们要这个做众生的鬼范师。 啊，要做活佛，要活着，要生生转世，活着，活着来教化众生，啊，这就是一个活佛转世，黄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啊，那么这个制度下呢，就诞生了这个三大活佛，后来张家活佛到了台湾，啊，到了台湾，他这个建现在的转世制度使人走入迷信，所以他在涅盘的时候，他跟身边的人讲，他不再转世了，啊，实际上他转世，转世成凡人了。 啊，他不要再做活佛去蒙人家了，啊，所以是那么他变成一个一个在家人的一个像啊，所以是那么还有两大活佛呢，班禅跟达赖，啊，那么当时达赖呢，他离开了中国啊，在他二十九岁那一年离开中国，那班禅大师当时就没有走，所以是就后来就是中共呢，这个就把整个的这个西藏地区，包括川四川啊，这个西藏。 啊，包括这个青海，还有这个呃甘肃一个一一部分的藏区啊，那么全部归这个教化都归班禅大师。那么当时这个这个中央政府毛泽东他是跟毛泽东时代一一代人，那么就怕他这个呃有敌对势力把这个班禅大师给暗害了，所以是就给他配了跟自己一个级别的警卫啊。那他们这种级别的警卫就是吃喝拉撒旁边都站着人。 睡觉，他睡觉旁边有人，为什么？准备挡枪子啊，啊，有人打叫贴身侍卫，就是他不离开他左右了。那么他们有一个呃班子，就是三班倒啊，八个小时一个班儿，八个小时一个班儿、呃，跟着这个上师身边。那么这个满一上师当时就是一个呃中共的这个部队里的这一个贴身侍卫，所以说他就被指派去呃保护班禅大师。 他因为也通一点藏语，啊，那么结果呢？他跟班禅大师以后，他发现班禅十世班禅啊，现在你们见到的是十一世班禅，小班禅啊，十世班禅他的这个心口一致啊，对民族、对国家、对这个佛教徒和非佛教徒都是一样的大悲心的展现，真正是一个具德上师。哎，他最后被他秘密奢化，因为一个上师到了一个层次，他有个场。 啊，叫佛光普渡，你被他磁化掉了，啊，你守着他，你就跟他一样的，呃，心态了，所以他就启启请班禅大师秘密灌顶，然后就授传班禅大师的黄教传承，所以是满衣上师的黄教传承是来自世世班禅的，后来他被这个格鲁派的很多活佛认证为转世，啊，转世活佛,佛认证为阿史尼金刚上师，啊，所以这这个是他的另外一个传承。 那么他后期呢？现在在弘扬这个大圆满，啊，为什么弘扬大圆满？因为他发现这个所有的密，啊，密教都叫瑜伽术，啊，都叫瑜伽，都是练相应法的。什么是相应？就是说你观着火，着火要热，啊，你观保平气要不呼吸，啊，就是真正你练成保平气的是什么东西？就是胎息，在传统华族文化里面叫胎息。 就是口鼻完全没有呼吸了，啊，那就叫保瓶器成功者，啊，着火定成功者。那么有不同的次点，他也在不同的天地中寻寻走，然后最后要把头顶的菩提心月液化成甘露啊，甘露萨须弥，然后在内天地跟外天地中一片清凉啊，那到那个层次，你就是着火定的最高成就。着火定也分九次点。 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呃，都要根据跟具法上师学，不要看书去学，也不要跟那些江湖上的，呃，有的人修什么藏密气功啦，什么什么气功啦，呃，那这个就完蛋了，你就失去了一个清净传承，一个圆满的一个次第啊。所以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法都有生体次第跟圆满次第，一个法里面都有生缘次第，啊，你如果不得具法上师的引导跟教授。 你很难得这些传承啊，所以是那么，呃，他发现这个大圆满的，呃，阿底瑜伽中的这个大圆满心水部分的，啊，这个是十分的简便，就是成就特别快。后来现在他是，呃，极力提倡大家用大圆满心水来修学，啊，那么同时他也是有白教，啊，那大圆满是红教的。 啊，那么他也有白教，啊，还有这个黑教，还有花教的传承。他为什么？他这个从部队班禅大师涅盘以后，呃，他这个班禅大师给给他介绍了几个很大的西藏活佛，然后真正有修正的，然后让他去修学。修学以后，他发愿这一生就弘法一生，说他这个。 呃，看当时的这个宗教政策，因为呃没有国家，以前是宗教寺院都是国家拨款。包他发现宗教事业没有办法昌盛的原因是缺少资金，所以他最后就发愿祈请这个财神啊，那么这些师父们的帮助，然后自己就建立一个慈航企业。所以他本身不是个出家的啊，他是有家庭的啊，但是他的结婚很晚，因为他这个班禅大师涅槃以后。 他才结婚，他四十多岁才退伍，然后就结婚，啊，就结婚以后，他这个这个退伍之后，他就发心办企业，所以他的慈航集团现在大概呃资产有二十多个亿人民币的资产，啊，是相当成功的，啊，相当成功的。那么他这个成功了之后呢，他把这个钱拿去干什么？呢？在西藏，就是大概之前是两百多个喇嘛，现在是供了可能五百多个了，啊，就是去捐钱。 送去寺院去供养他，们，因为这些大喇嘛，他们重视实修实证，不会宣传，没有 Facebook，也没有微信，啊，所以说这个没有信众给他送钱，所以说这个满衣上师十分发心，就，呃，去供养，啊，这一供养，他们把法就都都就传给这个满衣上师了。大家可能从一些视频上都看到了，他走到各地，就是藏族群众、活佛，把活佛积的都是。 满营满结的十里啊，跑出十里以外去借啊，那这个就是十分殊胜的一个，呃，一个一个他自己做出来的人，不是说凭着自己的虚名，他是真心供养，啊，所以他把这个企业的盈利都用在供养这些大修正者上所以说大家记住，供养大修正者的这个功德无量，比你这个做什么功德都好，啊，因为你供养一个大德成佛，那这个功德无量。 啊，所以是，那么他这个书生的功德，所以是他把这个藏地的这个佛秘的这个系统完整的都融在一身上面，他太多法了身上，啊，所以说我们找一个大部分你们在南阳地区见到的活佛呢，基本上是一个树枝一个树叶会一个法的比较多啊，我就会这个，我就会那个，我只有宝瓶啊，这个我只有这个呃什么什么。 啊，度母法我只有财神法的这个比较多。你说一个法师他聚足了，全部的传承的可能很少见，就是一派的，因为他本身有帮派之见。我是红教的，我就学我就不学白白教，啊，我是白教的，我就不学红教啊等等的这些门派之间受束缚了。那么像满益上是这样博大的胸怀，啊，为众生请命，所有的这个佛法。 佛法无量誓愿学，誓愿誓誓愿弘扬。那这种心量，呃，现在这个太少了。那你们见到的很多法师都是，你是我的徒弟，哎，你是我的门派的，你不能学别的门派的，你不能学什么去别的。哎呦，这一听都是什么？那就是奴隶制时代的典型产物，啊，就是这个都不去不不如法的。所以是到现代，大家要有智慧，冲破这些不如法的东西。 啊，要有智慧。我们是文明时代，我们是不属于任何人的，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真主，找到自己的佛殿，安住自己的佛堂，然后在自己的心殿中成佛，内成外就啊，你才真正的能够呃，寄身成佛，寄此肉身成就，而不是做其他的，啊。但是我们这些金刚圣的呃，修最上密的呃。 也要拥护佛教事业，就是对那些还没有觉醒，还只是愿四马路拜拜、什么拜拜的，要随喜，啊，要要鼓励他们去拜。说老师，你一会儿又正信，一会儿啊，你除非你能把我这个道理都跟他讲清楚，你又讲不清楚，你破了人家那个信仰，结果他连拜拜都不拜，那更完蛋了。 对不对？你拜拜，至少他还知道去。哎呀，观音菩萨，我最近那个身口意做了很多坏事啊，我忏悔一下，还有这么个作用。拜拜有拜拜的好处啊，不要去毁坏人家这个信心。但是对觉醒者要发愤图强，寄身成就，就是用此肉身不再不不是去了生死，就没生死了，在这肉身当下就没有生死了，永住永生中。 不再有生死了，不是了生死，有生死还是个对立，我就当下就没生死了，不生也不灭吗？哪里还有生死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去修无上的瑜伽术，就是阿迪瑜伽，就是大圆满心所啊，那么这个是满意上是具足了阿史黎资格，具备了这个传法的资格。那体系表，它的这个呃这个传承表已经给你们了。 我们的这个大圆满系统中有两大传承，一个是空性传承，一个是上师传承。那还有一个镜像传承，镜像传承是要你通灵、有神通以后啊，在虚空界啊，你比方说是这个龙树菩萨，他叫镜像传承。龙树菩萨亲自授法于金刚萨陀，金刚萨陀不是人世间的一个师父，他就在镜像境中受金刚萨陀，传大日如来经啊，大日大日神变经跟金刚顶经。 啊，奠定了我们八宗共主的这个新的一个快速成佛的一个体系，啊，所以是，那么这个我想大家要明白，也就是说，允许我们佛教界有幼儿园的孩子，有小学生的孩子，有初中生,生的孩子，也有高中生的，也有大学生的，也有硕士，也有博士的，但是对你们这些觉醒者，要走博士的路子，就是我先去拿博士证书。 先成博士倒流回来，说这个大圆满法坛的殊胜生从果地开始的，不是从因地修行的。之前我给大家讲《楞严经》是显中的密，《楞严经》的密是什么呢？就是从呃这个五十四个次第修，首先要修这个呃实现，实现以后实住，实住以后实行，实行实回向，这是四十个果位了，然后再走四家行，最后是实地啊，到实地菩萨。 那么四次第以后，那么这就五十四个次次第了，五十四个次第，它这个就是从阴地上走，好像我们爬一个高山，你是从山根儿开始往上爬，这个爬到爬到半圆的时候，我爬不上去了，就就不不爬了，啊，这就是我们可爱的佛教徒们，啊，说是实现，哎呀，这个很辛苦，为什么要信呢、啊？不信了，算了，啊，这个实现也不干了，啊，实现不干就没有实柱了。 啊，实住没有你就不能实行，啊，你不能安住嘛，你不能安住，你就不能够真正的把佛菩萨的这个愿力行道于人间，所以实行就没有了。实行没有，你回想什么功德啊？啊，经常一一做一点事我赶紧回想功德啊。你你有没有功德？你在那回想功德？你要有点功德啊。功德是什么？功德是从发身中出，功德从自信中出。你不见自信，还真没功德，都是福报。 啊，你回向不了功德啊，所以说我们功德普回向，哎，这个是十分殊胜的。但是你没有实行，你回向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没有实回向，没有实回向，四家行，呃，暖地、忍地，这个、这个、这些是是圣呃、啊、第一义，你根本就不可能出来。南顶忍是第一义，你怎么可能出来？是第一义已经到头顶上修了啊，那么最后才有个。 呃，实地，实地是在自己的中宫，在自己的心田里面建自己的圣殿，开始建净土，为了你将来接引众生啊，所以是你必须发大愿，然后在自己的心田里面建立心殿，然后建立自己的净土。有这个菩萨地、第一地、第二地、第三地，到第八地才不动。你看这个整个的这个次第，从显的这个密里面走下去，是相当完整的啊，相当完整的。 但是他的问题在于我们末法时期的众生事儿多啊，那个恒定修的少，所以你就容易什么容易退转啊，所以说是哎呀爬山太累了，不要爬啦啊，所以说那么这次可好，然后我们这次要去加拿大，我就跟他们讲对不起啊，之前老骗你们爬山，现在是从山顶往下走，不用爬了，他们就哈哈真的嘛啊。 这个之前就是第一次被我判的，爬的是骗着去爬，呃，玉山啊，然后去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啊、然后去，他们说师傅高吗？我说不高，啊，我们大概开车到三千米的地方上去，只有几百米，他们想哦，平地几百米啊，啊，还不到一千米啊，就是不到一个汽车站嘛，汽车站一公里，啊。你们两个汽车站，要是才几百米啊，那没问题，结果从天。 天早晨走到天黑 <laughs>，走，爬高山很难嘛，对不对？啊，然后又第二天又走一天下来，全军覆没，累的是人仰马翻啊！但是任务完成了，那是被我骗的最惨的一次。然后后来一听说上山都不去了，啊，哎，这次真的我们从这个东北的这个加拿大是从高往上走。 啊，全部是坐那个缆车，然后上到顶再下来。才下来也是不用你走，坐缆车下来。啊，说这是福报来了。哎，所以你是要逐渐的爬来，还是从先到仙道之巅、九成之巅的高峰，然后往下走，那就容易的多啊。有的人说下山还比上山难，那是骗人的。啊，真上去了，下来很容易啊。啊。 我这次去，这个上去啊，一脚雪一脚雪的那个，我去踩点的时候，哎，走到半腰实在不想走了，说这怎么下呢？一看那么高，哎，有雪嘛？啊，然后就往地上一躺，歘就下去了。你看，啊，雪地雪地里爬山有好处啊，一下子就下去了，啊、哎，下来真的很容易啊，啊，说你要到九成低之巅往下走啊，yes，太容易，因为你站在高峰。 见到全貌，知道路在哪里，险险在哪里，所以是大圆满。他是先把你带到九成之巅，有上师带。为什么要四归依？四归依就是你要皈依金刚上师。皈依金刚上师是什么？就是金刚上师的境界就是你的境界。他已经到了九成之巅了，你跟他心心相印，他直接把你带到高峰去了，然后再让你逐渐的告诉你下山路怎么走，一步步把它完成。 也要把五十四个阶级练完，但是是从顶上下来的，啊，这个无论是正行还是倒流，都要完成，啊，不是不完成，但是是一个就是艰难的，看不见顶峰，没有希望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对老实人也就成功了，对你们这些不老实人，走两步看看，哎妈，山顶还没看到，走两步，哎，不要走了，哎，你们上，我下去了。 啊，就是就是你们这些人不老实嘛，不老实，咱就用缆车送你上顶嘛，对不对？送你上顶不行，把电一断，没缆车，你下不下去。啊，所以说我们走到玉山顶的时候说，哎呀，能不能不走？我说可以啊，你就在这住着吧。已经在顶上了，你能走不走下去吗？说是啪啪啪，又最后走的时候人在哪不知道了，哎，无我了，木的麻了。 脚也麻了，是人也麻了，自己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就无我最好的训练啊！以是，我们上九成之巅啊，你要皈依金刚上师，受他的灌顶，他呢用这个满意上师他的灌，他是十分舒胜。一般的这个我们南阳地区哦，你修一个大威德给你一灌，修一个财神法一灌。 二十一度母二十一次罐，因为一罐一个红包，一罐一个红包，很多钱可以拿，啊，所以是就就是、就是、就是很多罐，所以来一次传那几个罐，啊，就是剩的就没有了，啊，满意上师他十分舒爽，他说：“哎呀，众生不容易，啊，再说我的时间也有限，干脆咱就来一个一罐，一罐到底，啊，做什么罐呢？就是大圆满蜜罐。 啊，就是你一灌以后，所有大圆满法学去，所有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法你学去，你只要有法本你练就马上就见效，啊，马上见效。但是基础有一个一百八十天的红法本，就是你要跟住，过灌顶以后，我们会组成不同的组，然后引导你们去修一百八十天，老老实实修完这一百八十天的法以后，将来你修什么法本就成什么。 你修财神，你就成财神了；你修大威德，你就成大威德了；你修孔雀明王经，就是成孔雀明王了，就可以见效。啊，这就是打地基，老老实实一百八十天打地基。那这次我们给大家就是，呃，准备成立不同的小组，玉郎东、玉郎西什么的，不同小组，然后给你们一些骨干，带着你们修完一百八十天的法，啊，去去真正的干，因为你一百八十天。 你你修成了这个一百八十天的这个法以后，那你就在九重地之巅了。再往下慢慢走，啊，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修哪一部法，啊，那个小人太多修度母，啊，然后就就怀怀仁，然后怀爱，就就把小人都就搞定了，啊，不是拿拿洗底子打小人儿，啊，那是越打越越怨恨，啊，然后这个修怀怀怀爱法。 啊，那你这个钱儿不多，修增益法，修财神，啊，修财神法，啊，那就是马上经济状况就改变了。记住，圆满大圆满的法是活着的圆满跟死后的圆满。如果是你修法你还穷，啊，你就证明你修的法不对。法不对来自两个方面，你们中间肯定可能有学过财神法的，啊，有的人说，哎呀，老师这个财神法没什么稀奇，我都受了好多财神灌了。 我说你现在每个月挣多少钱？说不多，一两千块钱。我说你糟蹋财神法，啊，你这么受了这么多财神法，修了这么多财神法，你才拿一两千块钱。他说那我不追求。我说不是不追求，你越不追求，那个钱堆在你面前越多。为什么财神财神要让你帮着布施？是人能红到，不是他能红到，他非得要找一个可爱弟子修成的人，给他钱堆在他家里，让他拿去布施。 财神是舍的，你家里哪里会没钱？你没钱一定是不对啊，所以是这个叫见宴。为什么叫与家常相宴？说修财神法一定是钱多的不得了啊，你不可能没有钱，没有钱就不对了。你没修成功，没成功两种原因：没有找具法上师，也就是他都没有钱啊，他没有钱就告诉他都没修成功。 所有的上师他特别贪婪，就是就是要信众，不是不是像那个灭了日巴大师的那个师傅的那种帮助你消去无我的那个贪婪，是自己自心的那个贪婪，就是贪得无厌，就想捞钱的那种。为什么他穷了啊？你想财神还想着赚钱吗？财神就是我怎么想把钱送出去？财神是。 是这种行为的，他没有想着赚钱，因为他那个钱都自己化生来的，那个多毛鼠啊、吐啊、吐啊、吐啊，啊、金银珠宝全都吐出来了，啊！所以说大家要记住，你找一个不惧法的上市，问题大了，啊，问题大了，啊，他贪你也贪，你们两个都是贫穷鬼，啊！所以是不要找这种上市，所以说你你们。 你们真正要有智慧，我们不是诽谤上师，是我们正信的佛教，回归自己的圣殿，要建立自己的心殿，要成自己的心佛的人，要去学会考师傅，啊，我考一考你是不是真的师傅？怎么考法？拿十万块钱给他一砸，师傅来供养你十万块钱，看师傅是不是哎呦欢喜得不得了？哎呦，屁颠儿屁颠儿的，完了，这个家伙不是。 说是有的人，人家拿一万块钱说：“哎哎哎，你不要害我啊！一万块钱，哎，这个不行的，我不能贪污的，啊！人家这个说，哎，砰，又砸十万，说这不行啊，这个你不要再搞这一套，砰，砸一千万，说啊，一千万，就这一次啊，完蛋了！你的底线在哪里？现在别人给你一千万，给你一个亿，说你不要修炼，你干不干？” 那还那还用问，对不对？早都不知道你哪去了。你们现在没有一个亿，没有一千万，都不知道去哪去了，天天就盯着那个钱眼里去了。那有了那个钱，你还还修炼？那不就早就盖皇宫住五星级去了，对不对？啊，所以自己要检点自己心里的那个鬼，啊，同时也要看上师心里的鬼，他到底是要拿这个赚钱，他还是真的弘法离生？ 所以说我们在佛门正信弟子中，要建立起这种考倒上师的本事。你把这个上师能考倒，证明你比他厉害啊！你不用拜他，你自己就可以先称做仁波切了。他都敢叫你，为什么不敢叫、啊？你都是佛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哎，这个你去见见这个活佛，这个是谁谁谁转世啊？”后来他们问我说：“张普生，你是谁转世？”我说：“我那个佛可大了。” 他说你是哪个佛转世？我说我是大日如来转世。他一听哇、哦，这个是大，这是这个毗卢遮那佛最大的佛。我一看他这个又上当了，又搞迷信。我说你也是。他说啊，我也是。我说对呀、啊，那我们的化身佛就是就是毗卢遮那嘛，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什么他什么是时间死过了？你的化身佛死过了？没死没死，他就通过你的肉身展现法力。那你不是大日如来化身是谁呀、啊？ 对不对？你只不过窝囊废，你把一个亿万富豪的父亲不要了，呃，去拜一个叫花子为师，呃，为为这个父亲，对不对？自认贫穷，自认比贱，自认凡夫，啊、呃，全部是用凡夫软件在支配自己的身口意。我是凡夫，我要按凡夫的念头想事儿；我是凡夫，我要按凡夫的身体去做事；我是凡夫，我嘴里说的都是凡夫话。你把软件用错了。 说大成就者，他就没什么了不起，他就把软件换了，换成佛的软件了。佛的软件一换，生产出来的不是佛的产品吗？你用凡夫的软件一生产，一生产出来的都是大凡夫啊，对不对？所以自己要转，转十成智，转八十成四智，把自己当下的，呃，法界体性智证出来以后，把自己的这个八个意识通通转成四智。 啊，成所作智、平等性智，啊，大圆镜智，啊，妙观察智，把这个四智证出来，证出来在四智中用深口意，所以是大家要学会这考师傅，啊，考师傅。那么为什么让大家来学这个大圆满的理论？这就是给你们将来做考试工具的。考谁？不是考我，我不如你们啊，我才教你们啊，因为你们都是大菩萨来拥护我的。 啊，所以是我不如你们考谁的？考你们认为的那些厉害的老师，啊，跟他考一考，啊，那么考了不不具备德行的，再不要介绍人去，你害死人家，啊，害了两个人。第一，你害了那个上师，害得他下地狱，啊，他自己为政严政，蒙人，让别人自以为他正，所以是他受了众生的供养，又不能传众生正法，害得他下金刚地狱。 又害了你介绍的那个人，那个人为什么被你害了？他信你，啊，你你们因为这一世的这个善因缘，他相信你，你给他介绍这个上师，结果是他信了这个上师，又变成这个上师的奴隶了，然后不敢去学别的人的呃别的佛法的正法了。佛门佛法无量，誓愿学，没有门户，啊，只有一大佛法，只有一大实相，所以是没有谁的佛法。 没有哪个上师的佛法，呃，所以是那么你把这个人害了，这两个人将来带着你一起下地狱，为什么？他俩都去地狱了，呃，说是我们俩为什么来这儿了？哦，张普生介绍的，那把他也介绍也搞下来，这不叫他我们俩能下地狱吗？啊，所以是这个有的这个法师下了地狱以后，阎王问说你为什么下来呢？哎，他说都是张普生这个家伙天天给我供养。 啊，然后我供着供着，我就以为自己是活佛了，以为是自己是大德了，就装起活佛了，就骗了更多的人。你要把抓把他先抓下来，他是罪魁祸首，行贿的，啊，行贿受贿，我们在世间法同一罪。所以你要有智慧啊，你不要说哎，我只管做我的事儿，那可不是。那你叫叫这个什么？说是我不知道杀人犯法，我把人杀了不坐牢，不枪毙你啊？那才叫怪了。 啊，所以是你你这个要看果地上的结果，啊，所以大家要学会着考法师，啊，考法师，一个巨量的法师，他必须有两种功夫，一个就是辩才我爱，啊，你你问问题，他是否你能把他问倒，大胆的问，啊，我上次就是问倒了一个，啊，然后我这个还是给他顶完礼我才走了，啊，这个牙龙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佛教这个密法组织啊，密教的一个组织。 这个来了一个大活佛，我的朋友，这个听说我好佛，然后就介绍我去了。那好几年的事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啊，这个，啊样子很像一个大师傅啊，摆着个架子，然后穿着法衣法帽的，啊，我就顶礼顶礼了以后，我说师傅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有个心愿啊，我就想弘法利生啊，然后你能不能教我点，呃，实货？你们懂什么叫干货、实货吧？ 吃货就是真东西，干货就是骗人的东西，啊，就是是什么什么死家行啊，什么这些，啊，那那是对那些凡夫用的，对真正大圆满法中那些东西可有可无，连持咒都可有可无，不是说持咒仪轨特别重要，不是，那些是对凡夫用的，大圆满心水的心子们。 你真正证悟、开悟了以后，完全经咒都不用了。你到那个高层次次第定中，你用经咒，你气脉就一动，你就出来了，不能用。啊，当时你就是那个观音菩萨，千手千眼观音的时候，啥都不能有，咒也不能念，啊，气也不要练，然后念都不可以动，你就是观音观，观音就是你，啊，用本尊的大悲愿去行愿。 哦，oh, 那个时候安住在其中，所以是衣、鬼、荆州，通通要扔掉。这才叫大圣，这才叫九鼎之巅，并且不用做观想，啊，你只要一一个反观内侍进入自己的心殿，立马就是本尊，也不用气了，咣啷念了多少个咒才变成个本尊，那叫演戏，啊，真正的这个大成就者不用演戏，啊，一念回。 啊，回心，然后一念成，哦，这就是大大的，呃，至高无上的名，啊。说你们要慢慢的经过特殊的训练，说是不是一辈子就学一个四家行，学多少个经咒，那都是骗人的，小学生的水平，啊，所以说要学那个窍要窍部的东西。所以是在大圆满里面，它有这么三个部分的东西，一个是心部法，一个是戒部法，一个是要窍。 又叫窍门步，又叫要门步的法，要门步的法是十分核心的。那么它最高成就，一个撤却，一个脱嘎。撤却是什么？撤却就是呃解脱，就是把自己的舒服完全解掉了，已经完全远离颠倒梦想，啊，没有任何的恐惧，没有任何的啊二我对立，然后这个就叫呃解脱解负。 就是所有的缠着你的，这不能做，那不能做的东西完全没有了，大自在了，啊，得到了那个大自在了，叫这个叫彻却法，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彻却法也要修光明，所以说为什么上去我们都带着大家修光明法，这个修修内殿的光明，就是体内的光通过皮肤通过毛孔炸出去，然后跟净虚空变法相合一，那这才叫完成撤却法。 啊，这个过程要在正量中，不是老师这样一说你就成了。啊，上上根器的人有这种可能，上师一说，你跟他一相应，哦，你那个法就练成了。啊，所以是这个呃，不需要再修再练，这就是大圆满的殊胜。那这个要你圆满完成一百八十天修法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前面这一百八十天的加行、大礼拜、供养啊，这些持咒，这个要要练。 到后面这个中高层次，这些东西都不要用了，呀？那么这个是在要门部，那么诀窍部，那要修气脉明点啊，这是大圆满跟普通佛教修法的不同，啊，这个大手印也修这个气脉明点，跟这个脉啊，跟这个这个明点脉气啊，但是它跟这个大圆满有点还还有一点区别，咱们不去比较了。 将来在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是在这个托嘎是什么？托嘎它厉害，托嘎叫顿超，啊顿超又叫超顶，什么意思？就毗卢遮那顶上行，你这个是横向的，继续攻变法界纵向的圆满的光明，呃，合一了，是不？这个时候你内境全部能都能光明，啊，内境光明，整个内世界的五脏六腑五蕴皆空完成了，但是你没完成托嘎法的话。 你的这个坚固金刚身没有成就，也就是你不能够锁闭自己的轮回生死的六道门，啊，生死六门还在，生死六门在哪里呢？呃，第一门最可怕的是地狱门，在你的涌泉，啊，是是？为什么这个不要整天的这个卑鄙下流啊？把这个觉知搞到涌泉去。你们经常喜欢脚底按摩的人就要注意一下。 啊，死的时候还在享受脚底按摩就不好玩了，就出去了，下地狱了，那个从涌泉出去了，很可怕的。哦，那么还有呢，这个喜欢这个呃性生活的，这个就是呃这个叫性门，性门就是这个下畜生道的前后二阴啊。你死的时候，你的灵从那儿出去以后，下了这个畜生道啊。那这个经常喜欢从事营业的、淫欲不淡的人，鸳鸯缺根抱。 就是只是在这个鸟鸟类的这种里面，这这不是吓唬人的，这是真正的这些师傅们，这个佛陀他正的实相，告诉你的真实相，你不要再把它当成一个说教或者恐吓。你下地狱该他屁事啊，他管你啊！但是他看到了，他不忍，他的大悲心不忍，说告诉你，不要从涌泉出去。所以是为什么让大家练双盘？ 练盘腿，你这锁闭了涌泉门啊，不下地狱啊！所以死的时候最好盘腿死啊？啊，盘着腿一定不会下地狱的，是不是？你看很多大德往生，他是盘着腿的，双盘，嘎一锁，气不从这儿走了，光也不从这儿走了，就在这个腔子里转，啊，再把自己的前后二门一锁，啊，然后一股心气儿，然后你这个畜生道不往生，啊，那么死之前他们通常都闭谷，净肠胃。 就是欲望不在腹腔中产生，他就不会去恶鬼道，不会从肚脐出的，从这个肚脐出来去恶鬼道。所以一般的往生者，他在临死之前，要么是因病不能吃东西，要么是真的自己不想吃，清静，啊，辟谷，然后使自己的肠胃都净空，啊，净空了以后，这个不会去这个出生恶鬼道，然后呢，从哪里出来？ 说是在良心通道，就是胸腔、膻中这个地方出来的，就去人道了，啊，这才叫生人。说人千万要有一点良心，要有一点正气，不要卑鄙下流，不要在腹腔以下去做事情。那么不要是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啊，拿个脚到处乱跑，你在玩什么？玩多了以后不好啊！啊，说人家就解下安居，还怕踩死那些动物。 啊，就是那个修这个涌泉不漏，对不对啊？就经常盘坐啊，所以是那么心很重要，心是三善道的最后一个通道。如果不能从这儿走，你就是卑鄙下流下去了。所以是这是生死之门。然后呢，还有一个喉啊，喉喉轮冲过来以后，嘴张着死了，从喉出来，从喉出,出来去阿修罗道，有天福，因为他已经到了上丹天了，呃，在喉上面。 过了这个这个这个男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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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骨这个地方啊，然后上去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的九六字大明咒的时候要在这儿开喉喉轮，把这个喉的脉轮打开，使灵光能够顺利的向上走，啊，那么这个他就从喉出来了。那有天人之福，没有天人之德，啊，经常打嘴仗，啊，阿修罗经常发动战争，啊，这个跟天人争功争德。 啊，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天目。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帮着大家练止观，让自己的灵每天都是从这儿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一旦再发下腹腔，赶紧用火烧。为什么？把那个阴，把那个鱼都给烧掉，烧干净了，变透明了，哎，它就不堕三恶道，将来轻轻的就飞升上去了。所以是这个是天道之门，啊，从这个地方天眼，天道之门，往生。 那这个都在六道中，啊，六道中你还是有生死轮回。为什么要修脱嘎法？脱嘎法不是破瓦，破瓦只是修法中的一种，脱嘎是真正的有一个自己的练成的，一个把自己的肉身中这个小宇宙一百四十一年的这个小宇宙全息缩在你身体里面的全息的阳性能量浓缩成一个整体。 然后嘣，哈，都全都带到这顶上来，叫毗卢遮那顶上写，顶上行。然后啪，千叶宝林炸开，然后自己坐在上面。到这个时候，你才敢叫上人，人上人呐！啊，所以说现在多少人在网称上人啊，骗人！我是上人，你你连神通都没有，怎么敢叫上人？你告诉我。 这个毗卢遮那顶上尊，他已经锁闭了自己的六道生死轮回之门，已经顿超了，已经脱嘎了。这个才是上人，才叫仁波切，才叫活着的佛，因为他有个佛金刚不坏的。那虽然这个叫金刚金刚身，但是他还没有坚固。为什么肉身里面的细胞、细胞核、骨骨髓里面还有光，还有你的这个性光？ 没有完全提纯，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跟法界进行一真法界沟通了。因为鼎盛衍生天，他已经跟四圣、四圣圣众可以沟通了，所以他从四圣法界中携带大量的光气，再入你的中宫安住，在自己的心中建立自己的心殿，叫心中心啊，心中间还要有个心，在这个里面建自己的心殿。 建自己的金刚功，然后用就是坚固金刚身，再一次把自己的这个光，活着这个肉体，活光同尘，在这个肉体中一起修，一起练，一起修，一起练。这个托干法完全完成的时候，坚固金刚身，红化身完成，红化身完成，就把自己肉体的光全部都带走了。这就是释迦牟尼最后，呃，把这个肉身都变成舍离。 他就完成了这一步的修炼，究竟圆满成佛了啊！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是托嘎法，托嘎法。那么这些这些东西都是要名师注释引导你，引导你从修这个基本的到这个修这个托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所以是大圆满法中，如果专修，你二十四小时专修，那么呃上根上智三年成功，中根中智。 五年成功，下根下至七年成功，就是在这个离家，然后在山中静修三到七年成功。那么我们在家的这个在家种要多少年成功啊？如果你们真正的把这个生死，呃，认知，把这个当下的这个如来，呃，找到，不需要很长时间，用现代科学手段、科学知识的这个见解。 来帮助自己，大概你只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你就开始有大成，大成，你就方便为究竟的神通力就展现出来，同时你的大悲心已经流布得不得了了，啊，所以说这个人就是这个开口闭口他就是要度生，他就是引导众生继承成果，这个是大悲心，啊，完全不是说自我之心，所以说你将来你见到满衣上身，你会。 被他的悲怨所感动，啊，我们供养他的钱，他不拿，他叫工作人员拿，啊，还要写上你的名字，他每年年底还要回向给你，啊，他说实际上是你们自己在赚钱，啊，为什么？你把钱拿来拿来供养道场了，道场在弘法，然后呢，最后这个功德最后多少倍的回回向给你了，啊，这个是赚钱的一个窍门啊，叫先舍了，后面大得。 啊！但是你不要有这个为为德而舍，就是真正要供养上是真正要供养这个道场，供养这一群弘法立身的这个出家跟不出家的，呃，这些活菩萨们，然后他们在利益众生，就为众生得度，家里的事也不管了啊，然后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多么伟大啊！比我们自己伟大多了，我们还天天考虑自己的孩子、自己的老婆、自己家里那点事 自己公司那点事儿，人家是考虑的众生，考虑的大众，能不能吸引更多的大众来被得到解脱，这种发心清净，啊、哦，说是我说是，那你个人生活怎么办？他说，我跟你讲，我自己的钱这辈子花不完，啊，他这个企业特别成功，因为他发心清净，那别人都叫他财神化身，为什么？他做什么就就就就赚什么，啊，没有一个失败的。 啊，所以说这就是善始且善成。所以说你们跟这样的上师以他为楷模，以他为样板，你这辈子穷就是没修对法。这个具德上师，我我替你们介绍，我担责任。如果我骗你们，我下金刚地狱。啊，所以是，那么他不要钱，他的钱全部是拿去弘法利生。 他自己他说我每年的这个企业的红利啊什么我都拿出去捐，我自己还捐呢、啊，我要你们的钱干什么？啊，钱多的已经花不了了，啊，十分的福报，啊，所以是，那我说是我请你到南阳来弘法，他说欢喜，啊，你呢什么我都不要，你就只要让我讲经说法我就高兴。<laughs> 你看就这样一个上师，啊，我说我钱倒是怎么怎么样的，他说不需要，你们道场很辛苦。 哎，你们将来有心就做一个大圆满中心，啊，咱们一起弘法离山，啊，放在那个中心去使用，引导更多的众生，啊，就是我不要钱，我的钱都花不了，你要我还可以给你一点，啊，然后你们度众生了，啊，所以说我们发愿在这南阳建一个大圆满中心，给你们方便，啊，然后经常勾搭咱们满衣上师回来讲法，啊，那么你们这辈子就有希望了，有有这个依故了，啊，有这个依托了。 就在他的这个熏染下，我们一起成就，啊，所以说这就是他的书圣之处。他他真的不要钱，他在这个东西完全超脱了，啊，所以是他这个方面大家见到他，所以说你会见到他的这个，呃，书圣的这一面啊。但是我也跟他老师讲，我说，呃，师傅啊，我在南阳啊，我们没有这个财力来源，我们也不是一个庙，啊，我们没有捐款，我们也是没有这个。 大众捐款，我说我讲课都是收费的。他说欢喜，啊，这个要让这个工作人员有钱花，要能交得起房租。因为他在加拿大也待过一段时时，他知道国外跟国内不一样，啊，国内那个信众供养啊，那简直是，呃，这个钱就是金山银山似的，就哗哗就来了。呃、咱们国外呀、啊，你想让他们供养个上师啊，难上难了，啊，能个三块两块的拿出来就不错了。 啊，所以是通常就是我说我有收费，我说弘法这一块不收费，我说上课这一块要收费，我说我请你传几部秘法，我说呢南阳人呢他特别贪想钱啊，所以是你得得教财神法，呃，书圣的度某法，我说是他们都拿鞋底子打小人，我看着不忍，啊，然后咱就教一点这个怀爱法，这个度某法，啊，他说是哎呀，这个你这个。 求的都是这个无上密布的一些东西啊！我说是，啊，我就替你们吹了。我说新加坡人都有二三十年的学佛经验，啊，各领各的，理论上都有一一套一套的，啊，嘴皮子道很厉害，功夫不咋地，啊，我说是那个嘴皮子道就省你的口水了，你就不讲吧，你就讲点真东西。我说是骂他们、打他们，我来做啊，你就这教真东西就好了。 所这这个后来我国内的师兄啊，听我这个请从师父这请了这几部法，他们都蠢蠢欲动啊。然后，呃，但是我们的大圆满中心还没建起来，所以暂时不让他们来。呃、啊，他们在国内跟了上师七八年，还有些法没得到呢。哦、啊，那这都是要全部的，要要全部的东西啊。啊，这上师也很欢喜，啊，说是好啊，就答应你。然后，所以是啊，你们真的是很有福的人。 啊，但是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要跟着上师好好去修，啊，一定要，啊，一定要这一生，啊，就把自己的那个佛真正证出来，啊，不要再去什么为了生死，了生死，你还准备就是下一次还来呗，啊，就是不要了生死，咱就没生死，不生不灭，你就是从这儿开始学，啊，从这儿开始练，啊，就保你今生成就，就是大家一起把大悲心。 菩提心找到了，自觉觉他，利益众生，利益自己又利益众生，自己就是佛啊，也让众生知道他就是佛啊。我们不轻慢一个众生啊，所以是从这儿普菩提心就生成了啊。再正这个宝月轮啊，把十相菩提心正阿字观啊，正这个将来还带你们修金刚界这个太上界曼德拉啊，就是能够化生啊、神变啊这些东西，就是你修本尊相应就是神变法啊。 啊，修这个度魔啊，修财神都是神变法，啊，所以说这些大家就就是就是要好好的去去用功夫，不要再再像之前啊挂名的佛教徒、蒙人的佛教徒，这个太丢人了，啊，问一问说你为佛教做了什么？说是没做啥，啊，还挺老实的啊，说这几年就是二三十年教教佛教徒是为为佛教一点事儿没干，哎，那你这个徒弟也太缺德了一点吧。 啊，是不是？所以是我们一改自己的那个懒惰，啊，那个懒惰，啊，那个就是不认真的劲儿，啊，这次就借着法师来，我们就认真起来，呃，抖擞精神，啊，把这个生死这个大事儿，就是不生不死就证出来，啊，证出来这个今生就有一个解脱。为什么让大家三五年，呃，五七年就要有一个成就？因为你还有功德圆满啊。 你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金刚道性证出来，金刚佛心证出来，你还要在人间行道啊，还要利益大众，还要去觉醒众生啊。说是你不成佛，你不成道，你不能金刚，你怎么去引导众生金刚啊？对不对？你都不会，你这个大厨师都不会炒菜，你怎么教徒弟呀、啊？啊，所说是大家都要有做师的心啊，不是好为人师，是。 先把自己的心做一个心殿，里面的真师，自己的那个真佛，把它给证印证出来，以他为师，啊，以他为师，然后以他为师，用自己的这个师心去度众生、觉醒众生，让他也以自心为师，啊，也去在自己的心殿中找到自己的真我，那就是这个，你帮一个就觉一个，就成一个。 啊，那么这个就是，呃，九省之巅的这个密的，呃，一个十分殊胜的东西，啊，并且满衣上师他呢，就是也很慈悲，啊，也很慈悲，啊，所以是这个，今天就给大家做一点这个说明的这个东西，希望你们呢也借这个机会呢，广泛发动你们的亲朋好友，呃，一个人也不要带多了，啊，带多了咱的会场也装不下来，一个人你就带十个人，对不对？ 啊，不行，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都拉来，啊，不度身边人度谁啊？啊，因为我们那个在晚上还有个演出会嘛，对不对？你说他来听上师做报告会，他不愿意，你倒弄几张票给他来听演出会嘛？演出会是这个从中国买一上师的这个弟子，他们都是这个像你们的这个新加坡的 DJ 这个级别的，就是国家级的，国家级的歌唱演员来。 啊，不是这个，像我拿着个话筒上去嚎两嗓子那种，是真正的国家级的，啊，你那个新音给大家放了没有？放一个，呃，六字大明咒的那个那个词音呐，词音放放一个给大家体验一下。但是未必是这个演员，都是这种级别的。哎，那那个东西一出来，他在国内演出的时候，都是全部全场都哭的稀里哗啦的，一两千人都在下面哭的稀里哗啦的，就是被那个那个。 那个慈心，那个那个那个音呐，五音的震荡感化，所以你到请你的亲朋好友、父母、兄弟姐妹来受这个天籁慈音、天籁心音的震撼，他这个由这个接一个跟上师的缘，对不对？跟大圆满的一个缘啊，那么他来不来？这一生不来，下一生他还来。 啊，所以是方便方便为究竟的去引渡。说我们这次上市慈悲特别安排了一个演出，特别安排演出。说是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大概准备两千张票，在新加坡来讲也不是很多，所以大家积极的，呃，免费的啊。但是你真有钱，你捐一点啊。这个叫因为是义演，这些演员呃，就是这个他们来不要不要演出费的，啊，场地倒是我们必须要支付费的。 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这个义演的费用还拿来建大圆满中心啊，做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启动基金啊，是不是？那你这个有员工，你比方说你有三百员工、五百员工，我希望你别拿那么多啊。我们总共两千张，你一个人就拿走三五百，咱们就就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就没那么多。但是你你可以捐捐一些。 啊，自己那个对这个，呃，自己的骨干可以进行一次感动培养啊。那么就是，所以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那么不过不要紧，我们下一次看明年吧。呃，我们看看能不能做万人演出，那个时候我就鼓励拿三五百张，把自己的企业、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带去听啊。那个我们将下一次搞一个大的啊，因为满一上师的这个。 呃，弟子就我，就是我不争，最不争气了啊！那些师兄各顶各的厉害，有两天的这个报告会，所以说是给你们分享他修大圆满，怎么越修越厉害，怎么越修企业做的越大，钱赚的越多啊！所以说我们增加一场啊，有三位老师给你们啊分享，他们跟满意上师身边所见所闻，上师的书上，大圆满的书上。 啊，希望你们带家人、带朋友来一起共享盛举，然后把这个事情办得红红火火，啊，然后那这个功德在其中也，啊，所以是那么这个广泛发动，啊，把自己的心花开起来，不要这个再像凡夫似的整天憋塞憋塞的做人，啊，做一个大凡夫没必要，啊，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各位都是佛，把自己的心莲绽放。 把自己的心佛，呃，真正的请出来，呃，主这个做你的身口意的主啊，然后此生必定成就。好，我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啊。